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一起来参与这次2009亚太传统艺术节的活动。那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来自泰国曼谷 Srinakharinwirot University 曼谷皇家大学的古典乐舞团。那他们的这些优秀的老师跟学生们呢，他们在过去经常到欧美以及亚洲各地参与艺术节的演出。那他们也在大学呢开设了音乐与舞蹈的课程，然后来从事教学以及推广的活动。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他们来到台湾。那首先呢，我们的第一首曲目是泰国的古典音乐。那泰国的古典音乐呢可以分为三种的合奏形式，那是就乐器来分。那第一种呢叫琵琶乐团，也就是待会我们看到的，也就是现在他们场上所使用的乐器，就是琵琶乐团所使用的乐器。那第二种就是琵琶乐团呢，它的主要乐器就是臂力以及其他的管弦打击乐器。那第二种呢是昆龙赛乐团，那昆龙赛乐团呢，它是以弦乐器为主的一个乐团。那么后力乐团呢，它是琵琶的乐团再加上昆龙赛乐团所使用的乐器。我们接下来第一首曲子是金色的剑，那第二首呢是一首组曲，那它是有趣的鼓。那我们接下来这两首曲子呢，他们会连续的演奏。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来欣赏这段演出。Thank you.
Thank you.
湾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就是泰国的代表性乐器，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就是壁笛呢，它在乐团当中主要是领奏的地位。那它领奏呢，那它在演奏上主要是演奏旋律的一些装饰呢，然后再加上一些加花。然后另外呢，就是木琴以及环状的碗螺，那它们有高音还有中音。那碗螺的话呢，它是有高音以及中音，那它们分别是演奏就是主旋律以及主旋律的加花。那另外呢，在右手边这边呢，那个鼓叫做塔崩，那它在乐团当中呢是也是具有一个指挥的地位。那所以我们才会把所以他们才会把架子架高来显示说它的崇高的地位。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曲子呢，叫做《芳烧麦》。那它的意思呢，主要是说美丽的女人。那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除了刚刚我们所看到琵琶乐团的乐器之外呢，我们现在又加上了一些弦乐器。那弦乐器它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加上了一些泰国北方的传统乐器。那我们接下来这首曲子，它主要表现的是，它是一首舞蹈。那它主要表现的是泰国北方他们北方的女性他们的纺织的工作的情形。那我们可以借由舞者的手势啊以及动作上来观察。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他们的演出。Thank you.
轻柔的风格，那另外一种是比较响亮的风格。那我们刚刚第二首听到的这首《放烧麦》呢，它所表现的呢就是轻柔的风格。那相信各位观众也可以发现，它和第一首的听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接下来第三首曲目呢是不是曲目，这是一个舞剧。那它是泰国的面具舞，那它叫做它泰语的话是叫做魂。那么我们今天因为它这整出剧呢演完可能需要300-400个小时，所以我们今天是做选段的演出。那这个舞剧呢，它的剧本的来源是来自印度的喇嘛亚纳。那这个印度的喇嘛亚纳呢，它其实影响东南亚很深，然后传到了各个国家呢，又会发展成各个国家的版本。那它传到泰国之后呢，就叫做喇嘛片。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所选的是第二幕的段落。那这一幕呢，它主要是讲一个猴子将军哈努曼，他想要到托斯坎这个魔王的岛上，然后想要跟他就是对战。然后呢，可是受到了托斯坎他的女儿海洋之后的阻止。然后这个段落呢，它主要就是要演就是哈努曼和这个托斯坎他的女儿海洋之后就是对战的情形。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段的演出。
府在哪里呢？可以说话哦。这首曲名呢叫做《美丽的画》。那这个作品呢，它是泰国的拉曼四世国王他的儿子纳里斯王子所创作的。那它里面呢所要描述的就是拉曼王子呢，纳里斯王子不是纳兰王子，所以
就是 Nani 死亡时呢，他到柬埔寨，然后看到了柬埔寨的瀑布啊，还有树啊、鸟啊，这些美丽的风景，而有感而发所创作出来的。那待会呢，他的作品里面就会描述了柬埔寨当地的风景。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欣赏他们的演出。Coronation。Bamboo。Home with a wall.
各位观众，不好意思，因为就是耽误了一点时间，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更精彩的演出，那希望delay 到观众一点的时间，希望各位不会介意。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同样是面具舞的演出。那这个段落呢，主要是描述图斯坎魔王和拉曼王子，以及猴子将军哈努曼，两边对战的情形。那我们接下来看这场精彩的演出。Thank you.
段落。接下来呢，在3:30，在同样在这个场地，将会有越南、辽国以及泰国的联合演出。那希望可以看到各位观众再次前来观赏。那我们再次热烈的给予皇家大学古典乐舞团一个热烈的掌声。